Greetings, big family. I am your host, Jonathan Alpart of the Soundstage Musical Program. As the sun sets behind me, so we must also conclude our series here in Xi'an, where we have met many a great band and experienced some spectacular music. But just as the sun will again rise tomorrow, so will the inertia of 3,100 years of history ever push this grand city into a bright and rising future. Okay, are we done? Okay, let's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就像我们名字一样，一紧一松，这样人才能更好的去发展。只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干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兼顾的吧。
像咱们去到重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很喜欢你们的音乐，但是他们会很淡定很镇定的再去欣赏。如果是在西安的话，我们想起第一首歌，整场观众就已经开始抛狗了，这可能就是西安的一些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一些现场反应。对，上大学之后当然学的是法律，学法律也是考虑到现实状况需要吃饭需要活下去，然后就出来找工作。找工作的同时就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很尴尬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一块去排练，因为我们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想要表达出来的精神领域，可能我们散发出来气质也好或者是穿着也好可能会相对的有个性，但是有时候就是比方说早上因为单位有事可能去开庭，然后他们就穿的特别的像金属一点了之类的，然后我就一身西装戴个眼镜很是不和谐，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冲突的，我的工作只是为了目前音乐方面可能带给不了我就是现在目前想要达到了一个生活的一个可能是品质也好或者是其他之类的东西必须要去工作，但是音乐方面会给我带来精神领域上来，工作只是现实导致的，没有办法。就是灵感源于练习，大家彼此在排练房里，他出一个动机，我跟他，其他人在跟我，就这样子完成我们编曲的创作。从歌词来讲的话，歌词的创作一般都在醉酒之后，喝醉了，会拿出手机做一些记录，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创作过程。不能说现在的人现在没有理想，就是在现在的一个方式下，很多人非常非常难的去坚持理想。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彼得潘 Peter， 就是小飞侠，有一句话那个妈妈对他孩子说的可好，说爸爸不是没有理想了，而是把理想锁在了抽屉里，当想起来的时候才会看一看。其实当代我们的理想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世界各地的，我知道的是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像美国还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摇滚乐很发达，他们的生活现状跟我们也是差不多的，理想需要坚持，生活也要继续，上帝不会让你既能做成理想又会顾全生活，也就是中国的一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理想，有可能只是锁在了抽屉里。对于这种期望未来啊，我们都对我所说的是有一对未来有一个好的设想，但是永远不要去在乎和关注未来，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就是你设想的很好的事情，从人性上，从事情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给你安排这个机会上，它都会变化的。所以促成一件事情的成功并不是你准备好就可以了就 OK 了你就会获得成功，不是的。所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设想，我们只能说未来的路线是怎么走，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结果，就是还有一句话叫活在当下，就这样。